好，吴先生，今天呢，你现在好不好？合体跟那个妞妞出来散步，好不好？最后是一堆废片，就是遛狗，逗一下狗玩，对，然后看一下它，好不好？看一下，很可爱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往下走，休息一下 ，OK。好，我们现在在下面休息，在下面休息，然后他在这边，好吧 ，OK。休息一下，我们刚刚走完一圈，我们从对面走到这边来，非常远 ，OK 的，好不好？有点想睡觉。今天把它带出来，岩石，帮它挖一下岩石。好了 ，OK， 乖了，七岁了，它七岁。来的时候大概还这个头那么大吧。刚带回家的时候，不，领养的时候才这样子而已。现在这么肥哦，也不是肥了，这么大只。OK 的。坐下，啊，很乖，只要坐下叫个几声，他就会坐，好吧，乖哟。好，我们继续走，我们今天往这边好了，好不好？因为这边这方向还蛮漂亮的，有一个彩虹，算彩虹吗？对，彩虹拱门。OK。哦，这边有相框，我记得，对，以前还跟我。以前女朋友来这边拍照过，很感伤啊。以前女朋友，真的很可爱。我是说她，不是说我。平常都没什么空啊，平常有时候中午都不在家，不能带她出来。有空的时候才会出来。然后今天刚好什么事都没做，没有，很闲。就带他来这边逛一下，平常都在对面，今天走来对面来这边一下，好不好 ？OK 的，看他很喜欢，对，这边很漂亮，哦，我们在黄泉电子，然后这边反过去看，它也变小了，很好掉。真的很可爱。当初他是在那个黄昏市场，有没有被人家气啊？一个箱子里面，然后啊，我跟我爸去买东西，去买炸鸡的时候，哎、欸，发现有人在坐在那边说什么，哎、欸，有一些狗狗被气啊，希望可以领养。那我又去养它，就把它抓一只回来，看它很顺眼。对啊，选到一只很爱家哦，他真的超爱家的。看到外人来，狂吠，好不好？但是你可以用食物收买他。我记得有一次小毛来我们家玩了，对，然后，他看到小毛都一直叫，就是小毛丢了一根香肠给他，咬一小口，然后丢给他的时候，他竟然，哇靠，直接把小毛当亲人一样。可是就只当十秒钟，小毛不喂他之后，他继续吠。然后之后红林又来，然后红林是连家门都进不了，为什么？因为红林一打开我们家的门，然后准备踏进来之后，我们那只狗就直接冲他前面，准备要咬他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之后很希望他咬下去，蛮想看红林被咬的。反正红林
之前跟我们出去玩的时候，鼻梁都断过了。他战神欸，开玩笑，死不了那种。OK， 好，我现在这边有没有看到基隆河？以前长涧水哦，现在那个什么圆山子跟红道还什么东西的用好之后，不得了，都不会淹。那平常这边都有牛、哦，可是他们不见好久了。这些牛不见好久了，对，他现在感觉蛮累的哦，所以等一下回家犒赏他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先暂停录影，我们先慢慢把他带回家。OK， 来，哇，哎，大家 ，OK， 现在其实已经下午几点？看一下，来。下午三点了 ，OK。然后我前天看影片有人留言，问模型车哦，对，红色马自达3 ，OK， 哇，小车一台。好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个家伙已经在我房间里面了，看一下，好不好？他已经在我房间了 ，OK 的。我们换个动，换个方向。都给你很多钱 ，OK， 好，好吧，坐下，很乖哦，会坐着。然后他的习惯啊，如果我的手呢，如果往上抬，他就站起来。来 ，OK， 好不好？对，他可以站超久的，对啊，厉害哦，可以站。OK， 再去，好，坐下，坐下。然后呢？现在拿一些食物 ，OK， 你要吃吗？哇，他的塞夹贵哦，他超爱吃吐司的。你看眼睛会跟着动，他会盯着他，唯一不给他吃，好，然后他最厉害的就这样。我们撕一小块，他一直看着，然后镜头拉远，坐下，很乖啊，会坐着，坐好、哦，一、二、三，哎、欸，嗯，接到了，很屌，他真的超爱吃吐司，坐好、哦，一，坐下，好乖啊。好，坐下，一、二、三 ，OK， 真的很会接，就是我平常跟他互动，看，对，其实因为我现在手上还有面包，他头在晃，就在看我的面包，在，好吧，很聪明 ，OK。来，多少？好，这个是我跟我们家那只狗平常的生活、啊，就是早上呢起床带它去尿尿，然后拉屎吃早餐，然后中午带它去晃一下，然后呢就开始窝在房间里面，然后两个就是相依为命的，好不好？那现在 ，OK， 那它是叫我妞妞，然后品种是。米克斯，好吧，就是台湾土狗的意思啊。那假如说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个喜欢，顺便分享出去。这就是一部废片，好吧？2018年第二次废片诞生。OK， 好，然后他很喜欢，对，他很喜欢钻进来，对，他们就已经结扎了，可能对我有反应，我不知道。好，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个喜欢，顺便分享出去。然后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，记得订阅一下，然后记得按下小铃铛，好不好？让你随时看到我的影片。OK， 拜拜。